你电灯灯，大家好。电灯灯。我是王林，我现在在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的居住地印度的班加罗尔。尼西亚南达大师呢是印度神湿婆的转世，是在世阿凡达。我今天邀请马刚嘎来加入我们这个录像。哎，你好，我叫马尼迦刚嘎南达。我是声音大一点。我是马尼迦刚嘎南达。我是住在大师和大师在一起住了快三年了。僧侣出家人士。僧侣出家人士。啊、对对对，马刚嘎中文还在恢复过程中。我帮他旁敲侧击。不好意思。你的背景。我的背景啊。我是北京出生，在中国北京出生的，然后在美国加州在美国加州长大的，然后在2013年遇见大师，然后2015年再开始在和大师住在大师的寺庙里面，出家了，出家了。OK OK， 啊，马刚嘎怎么出家这个心路历程，我们有机会再找他跟大家聊。今天呢。想要跟大家谈印度教怎么看师父这件事儿，什么是师父，什么是真正的师徒关系。然后也因为在看我们介绍印度教的一些朋友，大家可能也有其他的宗教信仰，然后对这个一方面呢也有一些的好奇心，再有呢就是如果自己已经认为自己有师父了，那么再跟着另一个师父修行或者是学习，这到底对从印度教的方面是怎么解释这件事的呢？印度教呢，它的师父呢，定义呢 ，Sadguru， 他呢是一个圆满的大师，要给徒弟最终的灵魂的圆满。也就是说，这个师父呢，他要负责一直到这个徒弟的灵魂不再来地球，投胎这个为止。所以呢这个是印度教师父的一个定义了，就是他要负责这个徒弟的圆满，对，圆满然后解脱。然后呢大师跟大家分享的那个故事，就是大师讲，其实我们寺庙中来找大师的人很多，然后都以不同的方式遇到大师。有一些人呢其实这些人的师父跟他们托梦，我觉得可能很多人有不一样的和怎么和师父连接的，就是怎么或者和碰到的，碰到的，对吧？嗯，比如说像我吧，我觉得啊，你这样直接出去，直接啊，就是我们，我跟他刚才演练了哈，我们现在先把这段讲完，就是大师讲呢。这个师父对徒弟的这个圆满负责任呢，他是这样一个过程，就是即便是他已经不在肉身中了，他还要托梦让这个徒弟来找地球上存在的另一个能帮这个徒弟圆满的一个师父。就是我们地球上永远都会有圆满的大师在的，就是即便你现在拜的师父，他灵魂已经不在这个肉体中存在了，他也一定会有一种方式呢告诉你。对，我们寺庙中有很多，是比如之前塞巴巴，还有什么其他的Osho 也有，嗯，就跟其他不同的灵修大师找到他们或者跟他们修行，然后呢就被他们这样的通过各种暗示和明示跟自己徒弟讲这样。对，但是像我吧，我们开始讲我们自己的那个例子。好，我们现在讲我们自己的。其实像我的背景，我的家庭从小长大没有这个观念，没有有那个上帝啊或者是老天爷那种观念所以我见大师之前我以前没有其他的大师，其实所以见了大师，一个是一个对我来说一个是一个 complete surprise， 极大的惊讶。对，然后我当时都没有这种想法，那种思维说我一生上会有这种大师，只是刚才刚是马刚嘎没跟大家讲他之前是做什么的。我以前是个工程师，就是比较 logical 对吧？我们所有华人家在海外都是工程师，工程师啊，医生啊，都是这样，对，都是银行 banker。对对，所以我从小长大没有想到会有人生上会有这种灵性上的
怎么说呢，追求啊，追求加会。所以我刚才说哪的，所以那你当时怎么就知道要走到灵修路上 ？OK， 对对，但是我从小其实我对，但是我从小很喜欢心理学，但我不是说心理学和这个追求对，灵性上追求是有密切关系，但是从小我就挺喜欢心理学，但是呢，在我开始工作的时候，开始上大学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感到，就是说。就觉得好，人生总觉得就没有什么意思似的，就是每天我觉得每一个人在我旁边吧，像我同龄的人嘛，都是在 dating， 比如说找男朋友啊，找女朋友啊，在我上学的时候呢，也是，就说每个人我旁边的人的追求啊，都是这种，找最好的学校，找最好的学校，找最好的，丈夫啊，最好的妻子啊，然后呢，然后找最好的工作呀，然后但是我。差不多99%，我旁边人都对工作，不高兴，就都对生活不满意吧？不满意，对生活的怎么着跟他说话吧，跟他分享，要是跟他们谈对什么工作，不管是你是，等一下把怎么把这个对 ，OK， 那可啊，哦 ，OK， 我刚才就是继续说一下，就是说我就发现和我旁边的朋友啊，或者是长辈啊。说话呀，或者是比我年轻的人说话吧，就不管是他是富有啊，或者贫穷，或者是以前特别 popular， 就是比如怎么说 popular， 受欢迎，比如在学校特别受欢迎那种，你们都知道吧，就那种特别受欢迎或者特别 attractive， 长得很漂亮的男生女生啊，你要跟他们聊天呢、啊，不管是你从什么的地方的人来跟他们谈嘛，他们都会对生活有一种不满足。对吧？而且我自己也是对生活一种不满足，所以呢，我就想，那我不满足，然后我看我这些让我当时感到这些人都非常 successful， 很成功的人，他们也对生活也很不满足。那当时我就对 life 就有点，对生活就有点觉得绝望，就那种，你说我要是出路到底在哪儿啊？就是、啊、我为什么要活这一世？就是、啊、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意义？就是啊，你像从小时候吧，我们长大看那些很成功人，哎呀，这个人他上这个好学校，那时候就对我来说出，我要是好好的学习，我也上那个好学校，那是什么意思呢？好学校就说明是有好的 future， 对吧？这就是家长对我好的未来、嗯，对吧？小那个就是这样的想法。但是当我们变成大人了以后，才发现这些。So-called successful people， or 所谓的成功人士，成功人士或成功的做的成就，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空空的，对我来说。对 ，OK， 对吧？然后那时候的就，但是我当时还不知道是大师的所存在，我不知道，我就在想这些问题。然后呢，当时其实我在一个 relationship 里面，其实然后当时马刚嘎有男朋友，对，然后呢，他呢得了一场病，啊，很重的一场病。然后呢，当时我就还想，哎呀，他是会要，我当时真是觉得他可能会要，就是离开身体的劲儿。哎呀，当时我就在那个他在医院里的，然后呢，我出了医院，我就到这个书店里这样扛。有时候因为他就病着嘛，就在病房里等，总是躺着，我也在这坐着也没事干，我就这么坐着，都想看看有什么书啊什么的。哎呀，我就想 What's the meaning of life？ 我就一直在想这些事情，一直想象这些。因为我在想，因为就说。因为我认识这人，他也是 very successful， 我那时候男朋友 very successful， 非常成功，非常成功，什么 very aspect very successful， 然后为什么突然就病了，然后呢马上就要快死，我说对我来说就更一种打击吧，就觉得这人生是什么意思，你可以说这个人你可以说这人没有上好学校，或这人没有好工作，这人家里贫困，或这人以前有什么 DNA 有什么毛病然后出事了，但是有些人就是 randomly 就是没有什么前兆啊，对，然后就想这就没有一个try to figure things out， so that's when when that happened， so that's so I went on this camping， 我怎么说一下说英文，对不起，我就开始去了一个我去了一个就是 camping， 我去野就是野营吗？野营，对，一次野营，我自己去的，因为那时候呢，那个我男朋友他还病着，我自己去的，我就想一个人想就是开车啊，在海边啊，其实那时候我也在想，一直想这些事情，
然后就遇到了一个朋友的朋友，当时我自己开车到从加州去 Oregon 差不多12小时吧，我开车开到一半想在海边上天平，然后呢我就遇到了一个朋友的朋友，然后呢他就说你到我家来就是住几个晚上吧，我说行，反正后来我就到他家住了，然后呢就是对我来说现在想回来就是突然就是他，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其实他是一个朋友的朋友，就是我其中一朋友，他说哎我有一个朋友在 Oregon 住着，你能不能就说他可以，他在他那有一个apartment 一个公寓，你可以在那住两天都可以的，我说可以吧，所以呢我们俩就住，我就住到他家里来了，然后我们就开始谈话，然后就 instantly 就一下子他其实那时候就是我现在大师的一个徒弟，但是我那时候不晓得知道，我那时候就和他就开始说话，然后我们一下子就 bonded， 就说意思就说那 bonded 就是我就可以觉得就那人就对我就感到很舒服，就是，我可以说我的心里话呀，他就是就有话聊，对，有话聊，等于是然后呢他就跟我说这个大师有在印度啊，他其实刚刚见到这个大师，然后从大师那儿刚刚回来，然后当时呢我也没有感到什么，我就想哦一个大师，然后呢怎么着怎么着，他就说他去印度去上这个 inner awakening，内在觉醒这门课，内在觉醒，然后当时我就感到对这很有兴趣，因为那这就这个四个字内在觉醒，其实就是在我当时就在想 experience， 我想有这，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想要有这个体验，对，想有这体验，但是我当时不知道有这个课程的存在，也不知道大师存在，然后呢，然后他给我讲了很多其实现在我都不知道他那时候讲什么，因为那是很多的 information 对我来说。但是我当时就 instantly 马上就感到，哎，我想去见这个大师，就瞬间有这个感觉想去见他，对，想去见他，就想真的想知道这个内心觉醒，这个人生是人生，就是这个人生是怎么回事，就是你知道，就当时我就想那个问题然后那时候是7月份，2013年7月份，然后2011月份我就那时候就 quit 我的就辞职了，然后见了大师之后我就辞职，然后就到了印度来，然后那时候我还没有怎么在网上看呐 research 大师，当时也没有时间，然后就算那时候看什么吧，那时候我还不习惯那个印度的英文，所以那时候我见到大师听到大师的那 YouTube 啊，还不习惯那个他说那个英文，所以我也怎么没有查看他，我就一下就来这儿了，我当时什么也不知道，也没有问什么啊。你在见到他之前就辞职了？对啊。 OK 我刚才说错，马刚刚在来印度之前见大师之前就辞职了，对，然后决定来见大师。那你是怎么知道他是你的师父？我是怎么知道他是我师父？但是我在见大师之前我没有其他大师，所以我见到他以后吧，我想我在上内在觉醒的第三天，我就感到，就第一天我在听他的那个讲话的时候，他当时讲的那些话题吧，我马上就感到，就心里就感到，就说他是 like the embodiment of everything I ever wanted to know， like 因为我不是刚刚说我特别喜欢那个心理学吗？但他讲的吧，就是比心理学更就是更高深的，更高深的东西，更 make sense， 更有意义这样的。而且其他的书都没有写过的东西，就没有写过的知识，怎么就没人讲过这么深邃，就是深入浅出，而且真的就是很深邃的东西，但是又很好接受。对，而且还有很简单的语言来跟你表达，所以我马上就懂得他在说什么然后就对我就感到，我都就想哇，就觉得。就是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然后等于是我在第一天，然后第三天我当时就感到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paradigm shift， 就一个 shifting me， 就是感到观念上的转换，就是观念上转换，真的是观念上转换。因为我从小长大没有觉得世界上会有上帝啊，小时候看什么当时小时候你要看电视连续剧嘛，什么西游记啊，什么什么水浒，就那些小时候看那些，那是不是有那他有那个隐私，就是引到你就说以前有以前的 past life 那些有往事，但是没有想到这是真事，你知道没有真事。然后一下子我才感到哇，就觉得老天爷真的是存在，是这是有这回事就是马刚刚瞬间第三天的时候意识到大师是神，然后他就从此以后
就知道，OK， 这个是我找的最终的。但是如果你要是在三年前，要是在四年前吧，要问我这件事，我会感到你是迷信啊，不可能啊，让我一大堆的这些那些啊，我就不会，我不会可认， 对我不会可认我现在的我，就不会，因为那时候，因为到美国也是在我在的那个社会里头，对宗教是非常的反对宗教的。一般在美国那边，我住的在Bay Area， 就是硅谷那边嘛，都是非常的 anti-religion 的，就是特别的 cool to be anti-religion， 对吧？那都是那样子的，所以 it was not very easy for me to shift the other one。不是很容易的把这个整个人生观都给转变了，但是也做到了。其实，从马刚刚的那个故事上可以总结，就是。他知道谁是他师父的这个其实就是他灵魂觉醒到这个程度吧，然后就能有人顺着能把他这只手接过来，就比如说谁能接着我这只手把我从这个困惑中接出去，我对人生实在是太多疑问了。也就是说呢，你找到那个答案的时候，他出现的时候，不管以任何情况出现，他一个印度师父在一个硅谷人士身边出现，这样一个完全没有关系的这样一个情景，你也还是知道他是你的师父，因为他就是你要找那个人，你就是在意识的程度上，你就是知道他就是你的答案。这个其实大师也在我参加他21天那个课程的时候也讲过，他说你是有多么想要知道人生，你就能找到什么样的师父。如果你对人生是放弃的，你也不会去找。如果你只是一知半解就行了啊，我差不多有个答案就可以，那你就找一个什么样的二流的师傅大师讲。但是呢，来找到大师的人呢，其实都是对人生有极强的好奇心，以及就是有迫切的想要知道这个人生答案的这些人，才会真正找到这样像大师阿凡达这样的真正能给大家带来最终答案的这样的一个师傅。然后呢，我跟大家讲，就是我是一个很逻辑的人，我在来师傅之前呢，不像是刚刚，我是会去找一些师傅听他们讲，但是呢，当我听到师父讲的时候，就跟刚刚当时分享是一样的，就瞬间觉得这个深度怎么不是地球人能够知道的，真的就觉得他就是神，对，真的是太神了。然后就那个时候就知道他是师父，然后后来再跟他修炼呢，像我们俩，但是也跟大家澄清，不是所有来拜师的人都会像我们这样在他身边过，我们这是选择最终极的这条路，灵修这条路。然后呢，师父讲，其实他也会讲啊，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不是你的师父呢？如果他说什么做什么你都觉得是很合理的，那非常的确定这个人不是你的师父。因为你的师父就是要你的提高一直能提高，所以他说你真正的师父给你的感觉是他不管说什么你都觉得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做到呢？对。然后当我们提到这一点，我当时瞬间说啊，太好了，那大师就还是我的师父，因为不管他说什么我都觉得太不可能了，怎么可以做得到。然后这个也是一个标准，就是如果这个老师呢，他给你的感觉是他总能给你最真正的最深层的答案，你总有要下一步再往下走，要往下走的一个欲求，再有就是你怎么追他都还是比你往前一步，对，这个时候他就是你的师父。而且大师说过，说还有就是这个大师必须得知道 scripture， follow scripture also， 这是根据印度教的定义，就是他必须要根据我们的经文出发的，不是随便的印度师父，印度教的什么师父都是大师讲的合格的师父，他要从那个古经文原文跟大家教的。对，因为现在很普遍嘛，在印度其实很普遍，就是说有很多，你们也知道，有很多不一样的大师啊在那边，但是你怎么知道谁是真实的，谁是不真实，对吧？像我们大师去说过，你要问大师，你得问你现在大师就是有他有没有他跟你教一些事情或 teachings， 他有没有 scripture， 还有就是有没有经文，对，所以呢你才知道他教的是。是真的科学还是他自己的成长经历啊？对对对 对，因为他要把你的圆满作为他的责任，他不能只是通过自己的经历来出发，他要有一个科学在后面的这样的一个做铺垫做指挥的。还有一点就是有一些朋友是其他宗教背景来的，那大家会对这个拜师这件事情就更加的有疑问，说我有师父了怎么办，或者是我们宗教就没有师父这一说啊，你让我拜师这是什么意思。
大师讲的，其实印度教是一个lifestyle， 它是一个圆满为圆满做服务的一个生活的习惯，它不是像大家传统想的那个规格那么要求那么高，我必须只有一个师父，我如果拜过师我再去见另一个就像是背叛这样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大师呢，他小的时候有过三个师父，前两个是他幼年时期的，然后最终的那个是阿若盖尤吉斯瓦拉，然后这个师父其实是大师的本人，他的另一个人体中的一个显现，他是在另一个维度中生活，他当时来到地球，他之前也在地球上生活过。这个故事比较复杂了，就不跟大家多讲，但是就是说他最终的那个师父出现的时候呢，才是他真正说自己的真正的师父出现的时候。他虽然也跟我们讲他之前的带过他的两个也是他的师父 guru， 但是其实在我们对他讲这些人的这个状态下可以看到，其实之前的可以讲是他的 teacher， 他的老师，真正能给他最终的那个 experience， 对，最终那个最高的那个灵修体验的呢，其实是他最后的这个 Arunagiri Yogeshwar， 这个阿凡达的转世，这个真正的大师。所以呢，大家可以把这个故事作为一个参考，就是说我们人生中在我们进步的过程中会有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人给我们一些建议和指导，都是我们的老师，但是你最终你要走的那个高度是哪儿，你就要找一个能把你带到那个高度的老师，仅此而已。对，嗯，那我们今天就把我们的故事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对，谢谢，谢谢大家收看，你点亮灯，点亮灯。